哟，王长，米线呢？大爷到了啊！啊，米线，你朋友。哟，米线，今儿啊，我约了好多大爷大妈，咱们一块去打麻将。打完麻将呢，甭成武，你说怎么样？真好啊！哎，麻将，我换你先来，你们先去吧。好，那咱们先走，走。等你啊，老婆，你说人家都是跟姐妹关系吧？你看天天和咱们小区的大爷大妈一块玩，不是跳舞呢，就是麻将，你是不是天天就老在家？你懂个屁！老婆，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来。我怎么感觉你那么希望我走啊？没有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只去四天，这四天你给我把家守好了，不要带你那些狐朋狗友到家里来。还有，你要是敢出去鬼混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怎么敢？慢点啊，注意安全，记得想我。喂，老婆，我老婆出差了，今晚你约几个吧？凑齐了。米线，你出差的第一天，王站晚上8:32带着三男两女来到你家，直至第二天的凌晨8:00才离开你家。老婆，那也可能看错了。哎，我这有记录。第二天晚上9:40，我打扫卫生时，看到你在楼道里头住，应该喝了不少酒。老婆，我什么酒量你不知道吗？我问你。第三天晚上，你值班的时候，凌晨3点，你带着三个女的从隔壁的地厅出来。不可能，老婆，你笑什么？地厅的是吧？照片为证。不是，老婆，你说。第四天夜里，他跟踪王炸，他带着两个男的，四个女的，进城没被抓，到早上9点都没死。谢谢你了，大爷大妈。这点小事好说。其实你天天陪着我们打麻将、跳广场舞。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再说，你朋友多大了呀？他们那记得住啥呀？他们那记得住。